好，我们现在呢在土路湖，这边一个历史的遗迹是玛雅文化。刚才导游给我们介绍呢，就是它其实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它是沿海。刚才我给大家拍到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可以看到一些特别高的遗迹，这是悬崖峭壁，在海边这边建起来的。同样呢，它有城墙，除了海边这一边，然后另外的三面呢全部都一样。玛雅文化其实跟我们中国感觉那时候也是有一点相似，他们呢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房子越高，就是在这城墙里面首先就有钱人，对，在这房子里面房子越大就是更有钱，地位更高的人，然后当然了，就是一些就是平民啊什么的机会可以住到这个玛雅文化的这个城墙里面，大家都住在外面。这边海其实挺漂亮，大家能看到吗？我前面大概有五只，目前能找到的是有五只，挺大的，挺小的，哎，六只，这还有一只。哦，天哪，好多只啊，都在这儿，还有一只用眼睛看着我。啊，这里真的是好热，浑身的汗，我感觉我整个人的妆都滑掉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蓝天和这个绿色，真的拍出来我感觉还是挺出片的，但是就是不能在室外多待，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热了。妈妈，你看这一个全副武装的人，我的帽子挡住你了。对，我现在在晒伤的。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的，我觉得还是很适合人过来玩一下，但是呢非常非常不适合夏天来，夏天的中午来，因为太晒了。我觉得如果我们早上比如说七八点钟，早上八点开门，如果八九点钟来的话可能会相对好一点，但我们现在是大概是中午的时间，所以就会特别特别的晒，如果有朋友要来的话一定要注意好防晒。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呢叫卡巴，据说要走进去呢大概要走20分钟，但天很是热，就来纠结我们要租车呢还是就直接这么走。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也有一些建筑，就有点像金字塔的造型，但是其实没有金字塔那么大。我们打上了一个车，然后他打的呢是8.8元美金，感觉还挺合算的，带我们往返。然后这是我们的 guide。What's your name again? Sorry. Gabriel. Gabriel. This is our guide, Gabriel. 很酷。So if we walk, it's gonna take like 20 minutes, right? No, like, well, 20, 25 minutes to go there, and another 20, 25 to come back. Oh, okay. Almost 1 hour. Oh, got you. Mm-hmm.This is our car. So cool. Hi. Place. This is the first. Okay. Yeah. If you want, we can stop to take picture. Oh, nice. Okay.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Stop. Yes. Ok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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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他说这是第一个，你想的话就停下来给你拍一拍。我们这个人还挺好的，我们的小哥超级给力，然后跟我们讲了，这是我们停的第一个地方，这个是古代玛雅人付税的地方，就是他付税就在这个地方付钱，对，还挺大的一个地方，没有想到那么久远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交税了。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他们的 Watch Tower， 就是。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可以看到附近大概就是4个部落或城市的地方，然后他们在这站在上面来看，哦，大大的人来人往，然后看有没有人就是想要进攻，他们就是建的还算还挺高的，但这个我还想说这怎么上去，感觉站在上面的人会有一点恐高。对，按我妈对她的翻译，这个东西就叫做烽火台，但是它上面会点火吗？我知道它这边翻译就叫那个 water tower， water tower 就是不是 water tower， watch tower 就是看台。中国的青山。然后刚才我们在跟小哥聊天的时候，他说就是这些石头是怎么粘合在一起的呢？就是当时玛雅人他们会看树，他们呢就选择了一些就是树里面粘性比较大的，把这个树呢跟泥土以及水混合。然后就是放在这个石头中间，就冲干了水泥的作用。好了，我们现在来的呢，就是他把这个地方最大的这一个像是金字塔一样的东西，它是用来祭祀的。我感觉在相机里面拍不出来它很大，但可以看到，就是跟人对比的话，感觉还是有一些高度的。这个地方大概在一两年之前呢是允许行人，就是游客可以爬到顶端，但现在呢可能就是文物保护的原因，就是没有办法上去了。就在这儿给大家看一眼下吧。相对于 Tulum 呢，其实Kaaba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景点，所以看到这附近的人也不是很多，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刚才在 Tulum 那边，就是特别特别热，也没有遮挡物，而且一直都是靠脚在走，就感觉完全就是不想再走下去了，就想要回车上待着。晚上呢，在回程的路上，导游又带我们去了2个天坑，可以看到这个天坑的水真的非常非常的清，非常非常的好看。唯一的遗憾呢，就是我是一个旱鸭子，没有办法尽情的享受在水里游泳的快乐了。你转过来啊，你转一下。可以。
你要荡一荡吗？慢慢看我。After a minute, you'll be great. What is your对了，在进天坑之前呢，一般大家都会先冲一个水，这样呢就可以把身上的化学物质、防晒霜啊都通通的冲掉，来也算是保护环境了。怎么说呢，天坑真的很漂亮，但是呢旁边的蚊子是真的多。就在这儿待了大概小20分钟的时间吧，怎么说呢，我大概被咬了20多个包。虽然说蚊子并没有像佛罗里达的蚊子那么厉害，但是确实也还是挺痛的。我们整个行程呢，大概是从早上的9点半一直到晚上的7点多回到酒店，之后呢就又马不停蹄的立刻赶回了这个公司的结束晚宴上面，跟大家 say goodbye， 一起吃个晚饭。那个时候真的是已经是饿到一个不行了。来一段总结，坎昆呢真的很好玩，但是4天3晚呢也确实是不太够，有很多想去的地方，比如说是女人岛啊，比如说是 X 乐园啊，都没有机会去。但是呢，由于这一次是公司金主爸爸赞助的，也就是说呢，我跟我妈妈都没有花一分钱，所以没有什么可以 complain 的。但是呢，坎昆真的是在我之后的 to go list 上面。就是说呢，以后感觉每1-2年都会想要说去过去度度假，放松一下，感觉真的非常 enjoy， 因为你完全不需要考虑任何事情，酒店都是全包的，什么东西吃喝都已经帮你固定好了，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美好。怎么说呢，回来之后我就开始想要说再去一次坎昆，再去玩一趟了。那下一次什么时候去呢，继续关注我的视频吧。好了，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记得点赞关注哦，拜拜啦。